2017年2月13号，来到金顶。现在的时间是中午的12:45，一点集合。看一下整个金顶上面竟然是风和日丽，但是在底下呢，却是整个冰雾，还有包括雪地的部分。所以呢，真的是普贤菩萨，真的是太感动，太感谢你了。那我们能够来到这么美的地方，现在来到是整个四川峨眉山的金顶，眼前看到是云松、云海，再来这边就是整个十面四方佛文殊菩萨，六只象牙金像，高度有48公尺的十方文殊菩萨佛的部分，金顶里面供奉的是普贤菩萨十方行大愿，幸福中国佛教四大名山。小编 Steven， 2017年2月13号现场报道。